马里亚台风快速过境台湾，蓝屿虽然没有传出灾情，但是强劲气流仍在蓝屿南边沿海带来大浪。根据主任经验，台风过后，因为外海风浪大，不易出海，但部分鱼群会往岸边汇集，也正是到潮止或港口垂钓的好机会。什么浪大鱼都会进来？因为他们怕这些比较大的浪，对，所以他们通常的话哈，他们都会靠岸边的。 族人表示，鱼群游向岸边，主要是为了觅食，甚至港口内也会出现大群鱼类。过去传统社会食物来源有限，靠海为生的蓝屿族人凭借着祖先教导的知识，让这套用来采集海洋生物的技能延续传承至今。风浪有台风的那个鱼的钓法啦，啊，不是说气候一定要很好才能钓鱼。 马里亚台风虽已远离，但蓝屿附近海域浪况不佳，海上交通全天取消，提醒族人尽量不要出海活动，避免意外事件发生。原视新闻，夏茂利大声台东蓝屿采访报道。